五年没事，我小妮，我是圆圆。咱呢，搁街上买件衣服，咱包包，俺搁过来哄我吃。得去那把车弄掉啊！比咱家衣服还便宜。像我那姐买都。剥掉了，使劲，一块剥，剥咱好剥。洗头？嗯，给它洗干净。洗头。好了好了，给我。别火了。我剥。我耽误的，哎，这要是这不管干掉，咱瞅瞅。这玉米捞出来要用飞的冰冰，这菜是不是很烫手？这个再过来，关。这样这种玉米小时候经常吃，一煮都煮一大锅，吃起来还挺好吃的。这一期到这结束了，反正前五年没吃，今天没了。